杨哥，他们说是来找你。涂鸦属于我们的假期，去山上看雨，去海边散步。我得先去洗漱一下，然后才能喝咖啡。今天就得搬走，大家都过来了，教练让我去酒店住，跟他们集合。这么快就走了？不是，我哥也真是的，这一刚来就把你绑走。一会儿你收拾完，我送你过去。你不是要回学校吗？先送你。要是没有赶上火车的话，那就改另一班好了。那我现在就去收拾，如果午饭前能收拾完的话，你就先送我到酒店，然后再去火车站就来得及。去吧。那什么，姐你慢慢收拾啊，然后我不想见到我哥，等他走了我再去看你啊。哎呦，有点饿了，我去吃饭啊，我就不等你们俩了啊。啊，没没洗漱呢，你就穿，你穿这个。杨哥，他们说是来找你的。